来自光之银河联邦信息，关于如何提高你的振动，来自高密度博客。问候你们，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，亲爱的地球人，五 D 生活。今天我想对第五维度将会发生的一些令人惊奇的事情发表评论。这个星球正在开始觉醒，开始唤醒真相的事实，以及人类必须做的事。了解真正发生了什么，以及人类必须要做什么。当您改变思想时，周围的现实也将改变。走出一个社会所在的盒子，开始为自己思考，并使用自己的尝试。我们每天面临的挑战并非不可能。我们正在操纵我们认为他们是使我们安抚和控制的。但是，当您从更高的意识水平，比大多数人居住的挑战，中看这些挑战时，很明显，这些挑战可以轻松克服。这种高级意识称为 5D 状态。如果您达到此水平，将会有很多更改。在第五维度中，生活将非常不同。你不需要钱，您将拥有所需的一切。如果您没有想要的东西，那么您所要做的就是要求。您只能想象对于住在这里的人来说，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。空气中会弥漫着爱的气息，因为每个人都会彼此相爱。有了对您世界本质及其与宇宙的关系的新了解，五 D 的生活将成为地球上的天堂。您的自尊心和自信会很高，您将能够以积极的心理面对任何挑战。您认识的人会像爱他们一样爱您。您将与环境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和谐相处，不会有疾病或痛苦，没有犯罪或贫穷，没有饥饿或口渴，没有冷或热，没有年龄或死亡，会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来享受自己。您将有很多教育和自我完善的机会。如果您不愿意，您将不必工作，但是如果您确实工作，那将不会乏味或毫无用处。您生产的一切都将有用和美丽，不会有压力或担心，因为五 D 的人之间没有冲突，因为每个人都是心灵感应的，并且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。我可以想象，我所说的许多事情，现在对您来说听起来很牵强，但是如果您继续在地球上继续自己的精神发展，这并非不可能。五 D 城市将与我们世界当前的城市有很大不同。首先，它将是干净的，而不是过度拥挤的丑陋建筑，处于维修状态。这些建筑物将由耐用的不生锈的材料制成，将不受火灾危害，并配备了各种便利。这是第五维度的非常好的城市。其中的一切都超过了它的时代，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它们的样子。房屋将非常美丽，空间很大。人们将有足够的空间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，因为他们对太空的需求和隐私不会与其他人冲突。他们的智慧和灵性水平也将比当前的城市居民高得多。我们可以说，第五维城市成为先进技术的基础。在这里，您可以找到用纯科学制成的房屋。在这里，没有物质污染会引起健康问题，因为房屋是由纯氧和碳原子生产的。由于存在纯净水或一体氢，这是可能的。在第五维度或其他类似质量的世界中，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状况呢？不需要军队、武器、原子炸弹，以及人类今天使用的所有其他手段来互相摧毁。
将不需要法律来惩罚那些犯罪的人，因为将没有人犯任何种类的罪行。如果您饿了，您可以在任何地方获得食物。如果您渴了，便很容易获得水。将不再有病痛或疾病。由于人与人之间将不再因为种族、肤色、信仰、财富或地位而分离，所有人都将平等地分享一切。生活的物质事物，也包括来自其创造能力的精神之事。所有这些问题，以及人类在较低或第三维的斗争中为自己创造的许多其他问题，将不再存在于更高的维度。银河联邦告诉我们，他们可以带来的最重要的教义之一，就是创造一个与自己和平相处的人类。我们被告知，我们正在进化到第五维度，一个更高的存在层面，那里将不再有死亡、疾病或衰败，那里将不再需要金钱、工作、战争和所有其他过去的概念。每个人都会明白，我们都是一体的、合一的。任何人对另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都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。这就是我们正在为之准备的世界。根据银河联邦、银河系联盟的说法，他们的存在和不断的指导将确保我们内心的平静，这样子我们就永远不会偏离我们的进化道路，走向与上帝合一，或者任何描述我们在提升阶段成为神圣的过程时内心激动的词语。如何提高你的振动？如果你处在一个似乎没有出路的情况下，或者你不断地重复同样的错误，请意识到你的振动处于一个低的位置。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解决方案，它只是意味着你有另一个机会来提高你的振动并向前迈进。因为最终，我们不想逃避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想摆脱痛苦。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。我们希望来自欢乐和庆祝的地方，而不是来自恐惧和斗争的地方。所以如果你觉察，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看起来像人间地狱般的境地或情况时，为自己做这件事。轻轻地提高你的振动。洗个澡，放一些轻音乐，在大自然中散步，读一些鼓舞人心的东西，然后把天堂带入你的身体。当你提高振动频率时，你就是在对生命说是，你是在对爱说是，你是在对表达自己、给予和接受的机会说是。一切都是能量，以不同的频率振动。最高的振动是爱，爱是最纯粹的光形式，所有振动频率高于这种纯光的事物都有其独特的颜色，但它仍然是光谱的一部分。当你提高你的振动时，你就是在提高你在色谱中的频率。每一种情绪都有与之相关的颜色。因此，当你经历愤怒、沮丧或冷漠等情绪时，它会产生某种振动，实际上会让你的身体感觉更沉重。当你感受到爱、喜悦或感激时，另一种振动会让你的身体感觉更轻盈、更有活力、充满生命力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如果您一直感到沉重和疲倦，那可能是因为您没有充分接触大自然，或没有花足够的时间与能激发您快乐的朋友在一起。因为这些事情会提高您的振动。也可能是您携带了一些有毒情绪，例如内疚、后悔或怨恨，所有这些都是黑色的能量，这会导致您的身体变得疲倦和疲惫。调整到更高的境界是一种创造的行为，它是远离你的肉体、你的物质生活、
你的物质现实的错误概念，而与你灵魂的能量对齐，相一致。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了解您的真实身份。这是比你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潜入你真正是谁。你越是意识到这一点，它对你的感觉就越真实。感觉越真实，你就会与它越有联系。你与它的联系越紧密，你就会越了解生活中的每一种情况，每一个事件都是由你精心策划的。你每时每刻都在创造你的人生故事。您正在选择关注什么，以及放弃什么。您正在决定是提高，还是降低振动。您正在决定今天是否是您想要体验地球上的人间天堂或地狱的一天。所有决定权都在你手里。这所有一切都取决于你。那么，我们如何意识到这一点呢？我们如何理解这些话语呢？我们如何调整我们灵魂的振动呢？我们如何在地球上体验天堂呢？让我们谈谈肉体。身体是由分子、原子和细胞组成的，它们以一定的频率振动。所以如果你给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振动，那么它就会找到进入你身体的方式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的身体会找到方法，找到表达心振动的方式。这就是你来这里的原因。寻找更高的振动。你有一个振动的身体。你有一个振动的头脑。你有一个振动的精神。你有一个振动的灵魂。在冥想中，您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振动。现在，当你阅读这篇文章时，如果你闭上眼睛感受自己，你会注意到你的呼吸，或者你的心跳。如果你安静地坐得足够久，你可能会注意到你身体的其他部位，可能是脚痒或头疼。一旦你开始注意到你内心正在发生的事情，问问自己，我的振动是什么呢？我现在内心的振动是什么呢？然后，想象你的呼吸进出你身体的每个细胞，想象它就像宇宙的气息进入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，并用光充满它。想象你身体的任何地方都没有黑暗，一切都充满了光、爱、真理、力量、能量和喜悦。你与这种神圣能量并没有分离，这是你是谁的一部分。这不是一些某种外部力量，这不是你自己之外的东西，这就是你，这只是你是谁。成为地球上的天使是你的天性，这意味着你已经是一个爱、光和快乐、喜悦的振动。你现在正以这个频率振动，但你仍在地球的第三维度空间内，那里有极性，有一个二元性。仍有一些时候，您似乎对自己感觉不太好，但请相信这一点，你总是在朝着你的光和爱与智慧前进，即使你没有意识到它。你越能尊重自己，通过爱自己、信任自己、善待自己，你就会越快地与你真正是谁、真正的自己保持一致。物理学中有一条定律，一条普遍定律，它指出你的振动会吸引与你以相同频率共振的事物。接受这一切，保持你的振动，让更高的领域进入你的身体，然后度过你的一天。它从你开始。如果你不为自己腾出时间，你就不可能置身于一个充满创造力、富足或深爱的地方。如果你为自己花时间，那么你内在就会发生温和的转变，然后开始流入你周围的一切。
它从你开始，然后向外流动，在你周围创造奇迹。所以，花点时间给自己，这非常之重要。天使不会来到淹没在他们自己创造的海洋中的人，他们不会来找对周围所有人大喊大叫的人，他们不会来找一个充满自我仇恨和自我怀疑的人。只有当他们看到你在自己的内心创造了一个充满创意、丰富和充满爱的空间时，他们才会来。然后，他们会帮助你把天堂带入你的世界。当你提高你的振动时，你也重新创造了你的现实。您以更符合您灵魂目标的方式重新塑造您的生活体验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你必须放慢脚步，着眼于大局，比眼前这幅大局。你必须明白，你现在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不仅仅是手头的情况，而是一个更大的概念。进化、扬升，做你真正的自己。每一种情况都是提高振动频率和过上更好生活的机会。所以，当不好的事情发生时，花点时间问问自己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真正从更大的角度看问题，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，但它可以是非常有益的。如果你正在为某件事而挣扎，如果你感到难过、悲伤、愤怒或困惑，停下来想想为什么会这样。几乎总是有原因的，几乎总有机会从中汲取好处。关键是要记住，每一次经历都是成长和更高振动的机会。我喜欢提高你的振动的想法，我喜欢创造你的现实的想法。但这还不够。缺少了一些东西，那就是你真正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。你能为自己和世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提高你的振动频率，然后善加利用高振动频率能量，创造人生更美好的现实。这听起来很容易，但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。它需要纪律、毅力和在方法中灵活变通的意愿。这也需要勇气，因为当你提高振动频率时，你就会超越过去定义你的事物，踏入未知的水域，在那里，你将遇到新的挑战和机遇。提高你的振动可能需要放弃你过去相信的许多事情，宗教信仰，关于财富和繁荣的想法，思考与你不同的人的方式，关于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各种观念。但这些通常与痛苦有关，因为它们与伤害你或让你在某些时候感觉不好的经历有关。如果你想生活在更高的振动状态，那就意味着放弃这些带来这种痛苦的旧观念，因为它们会适得其反。没有什么比帮助别人更有力量或更令人满足的了。付出你的时间、精力、金钱或东西来帮助他人是增加振动的最快方法之一。捐赠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，尤其是当您在经济上挣扎的时候。但是，即使是像在星巴克尾排在你后面的人付钱这样简单的事情，也能使你进入一种感恩的状态，提高你的振动。当然，捐赠给予可以涉及更多内容，向您相信的慈善机构捐赠金钱或时间，帮助某人完成家庭作业，指导年轻人，甚至放弃您对自己珍视、看重的东西，以便其他人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，让别人拥有他们需要的东西。你越是帮助别人的次数越多，你就越会注意到自己的振动发生变化。你会发现自己会吸引更好的情况和更好的人进入你的生活。而且，你会觉得自己不受财务斗争的影响，
因为富足会自然而然的到来。当你能量协调到你的振动频率中时，你开始明白你的思想、行为和信念构成了你现实的很大的一部分，重要组成部分。如果你改变了这些，你就改变了你生活的现实。因此，这是关于改变你的想法、思想，改变你的行动、行为，以及改变你的信念。我们非常爱你们，我们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，我们是你的光之家人，我们是银河联邦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